都是鲜活的蝎子啊，刚洗完澡蝎子，不要让我吃活的，活的我可不敢吃，吃熟的还可以。黄金面包虫又酥又脆，主要是这里边的微量元素特别多，越嚼越香啊，大口吃才过瘾。大虫子特别大啊，青蚕，这是炸好的，尝尝，第一次吃。虫子大餐啊，大麦床，蝎子，蚂蚱，这是龙虱，还有青蚕，椒盐的这些都是。吃个小蝎子，先吃尾巴吧。这个蝎子尾巴是脆的啊，肚子不是脆的。吃个炸蝈蝈，这个腿啊特别大。